到。我靠，肥宅，像极了我家的橘猫憨狗。那我先戳个软化呗，因为世界版本它的重启回复速度非常快，崛起才是没有重启，你回个能量条自回要半天，变形也回不了，变形只能保持不掉而不能回。哟，走，等他砸完啊，等他砸完，软化一下身体。哎呦，喂，还好还好。吉人自有天相 ，nice， nice。看我这一波，停龙车。我靠，我不想三猫啊。没事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各位？他死了呀。Oh my one more， 新的一路。再见。差一点。我靠。呱呱。恐暴斩斧现在就可以做啊。解头呗。爽的，勾身，一气呵成，重新软化。好，这里注意要解脚上啊。这阿豹在干嘛呢？这阿豹一根尾巴在，哇，阿豹倒了。你这阿豹也太丢脸了，我来教你做人。我靠，这阿豹湿漉漉的样子，好像一根酱黄瓜哎！哟，蓝色印记有了！我靠，阴魂不散了，属于是。他来个铁山靠，我死了。没事，一滴血等于满血。来，找回当年打丝瓜的手感了。我靠，你别用这招行吧？是，快滚！反击！反击！软化没了，先续个软化。我靠！放送，用什么招都无所谓，我的实力。找软化要先续上啊！哎，哎，还有五分钟，赶紧啊！他是饿了，他要补食。哎，你妹的，能不能离我近点啊？赶紧啊！直接飞天连斩，直接灵改，
破防。我靠，我不能再死了，再死可能来不及了。直接解。解。他要怒，哎呦！顶住！这下他死定了。接 ！Oh my one more， 新的一轮。不过如此，咱们灵猫拿下啊！因为之前死的都不算，之前死的时候都有阿豹。这把我是正常跟他交手的啊，他实力是巅峰状态，而我也是巅峰状态，所以算是我灵猫拿下了。我瞟了一眼就觉得是黑剑，渴望的黑剑，就是那个砍人会减生命血伤线的那个黑剑吗？来啊！总之先打软化，无论出什么事，铁打雷不动，打软化，嘎尾巴，嘎尾巴，说实话不太好嘎。哦，小失误，又怎么的呢？金什么石？走吧！你吓唬谁呢你？哎哎，我翻滚呢！来一记老憨腿，先随便开个小刃，然后打个软化，时间刚好。哎，他不吼吗？哦，他吼过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变剑模式吧，砍两刀头。我总算可以正常打了，我服了。但他又对着猫去了，我就想开腐强化了。等一下啊，倒，倒，又转身对着猫，烦死！先开个腐强化。感谢张墨香的小星星，直接六连斩加零解，解错地方，取消后摇，砍一刀，砍两刀，左手可打。砍两刀，哦，大回环可打，赶紧多打一下左手。哎，谁让你打这个了？他左手要变硬了，快倒快倒，快倒快倒 ，nice。解手，炸哪儿了？扛下不亏。哦，你妹的，这阴招，脸都不要了是吧？为了获胜，逼脸不要了是吧？砍两刀，后撤斩，大回环。